难得你们两个一起，两个的舞蹈也是很不错了。对，总身做回本业嘛，就属于跳舞出来的那种，个儿高腿长。之前是那个偶像团体出身，对，嗯，我自称为偶像团体，不是。原来的少年，今天动很多，要小心。我们是过去的少年呐，过去的少年。好啦好啦，原子少年。怎么说自己过去的？他们不是明皇星，他们是明气的少年。他们的赏味期已经过很久。好累了，现在变男人。今天给新口味，蹦出新滋味，就是要来不一样。啊，你们要模仿谁这次？我们这次是模仿刚那个神话的师弟，叫做东方神起。哦，同方神起，同方神起，同方神起也是很厉害。东区神起来，东区神起来，又省了两位团员的通告费啊。除四变成除二，就越来越对的。大家可以多发我。两个人他有一个好处，舞蹈看起来不会太乱。大家每一个都这个动作的时候，那你要懂得发展自己的空间。哎，有召唤师，好秀一次哦，又在偷偷的秀一次。现在有抓到谁？谁会很帅？怎么会有？谁会很帅？然后这样，但他印象会很深刻。学起来对。对啊，那个韩国女团对不对？有些还故意掉裙子求出位。对，有的故意跌倒，对不对？该求出位了。OK OK， 求上位了。来，哎，帅起来，帅！真的是嘴巴都是口灿莲花，舌灿舌灿莲花。讲缺点，我太老。是看到他们的衣服啊，我其实看到他们的衣服的时候非常期待，因为我是因为《Catch Me》这首歌才喜欢东方神起啊，东方神起。但是我有一点点小小的觉得可惜的地方，就是因为他们当初那个原版 MV 出来的时候震撼所有人，是因为他们大阵仗，人非常多，然后他们做的那个道具的手的很帅，很帅，整个大电视美嘛。本来是想要两只手，但后来预算的关系，一只手就把它剁掉，跟舞团一样，浩克舞变一只手这样，好气哦。
来，老师您的看法。东方神起，我看他们的 MV 的舞其实是非常难的，就很多力道的切换，然后速度。那其实比利哥一直以来就知道他跳舞是非常厉害，然后叫你比利哥哎，对，因为以前也是一起跳舞的，跳舞圈也是青春无敌啦，岁月无情啦，没有对。但是就是会稍微有一点小可惜，是因为其实两个人的时候要把力道，尤其他速度变化很多的时候，其实在两个人要切换，对，是不看他们两个平常有一点娘娘的这样，跳起舞来很硬哎，硬，刚前面的跨腿也超帅，对 ，Austin， 你今天这样我才敢讲，要不然我不敢。你以前留长头发好难看，真的，不是不留了，不留了，你留短发很帅。很帅啦！你的五官精致嘛，对，是可以整个不一样啊，对不对？比利也是帅，怪怪的，发型是发型问题，发型这样。哎，那个韩国人中文讲的好好，没办法，放牛，他突然间露馅。好，那两位，我们来一起来看一下，又要投票了啦！肯定，三、二、一，请投票 ，Go， 举高。Doris 没举来，好，为什么？还有黄文婷，你们两个是不是在交往？哎，他们没有说不是哎，下没有不是啊，不是被拍到再说啊。怎么样 ？Doris， 我觉得比较可惜的是，因为两个人不一样会很明显，所以可能我们会视线一直比较集中注意在某一个人的身上。你有在团体里面然后舞蹈跳错的吗？哎，有有，你跳错到底要怎么办啊？那怎么接回去？就硬掰啊！哈，不会心虚哦。没有啊，那全部大家都要往右先嘛。对，就你往左了怎么办？赶快 solo 啊！直接 solo， 对。没错没错，懂很懂，赶快 solo 啊！难道一过？那你就踩茶窑了，不能被发现。我之前跳错，然后我把整排的 dancer 都撞到，因为我忘记我要往后，所以往后全部被我这样像保龄球一样。跌倒那怎么办？你是很糗，那你只能这样，吸引大家注意嘛。哦，对，很惨，好可爱哦。好了，八票而已啊。嗯啊 ，sorry 喽。没问题，谢谢。很残酷嘞，来来来，哎，小孩，比利的力道其实蛮足的，可是 Austin 的力道好像有点前面有点太收了，了解。因为你一跳，小孩就这不行，他就说。我帮他解释一下，因为他扮演的角色是那个团体里面比较柔的那一个，哦，一个比较刚硬，一个比较柔的，是的，对的。两位怎么了？哎 ，sorry， 我看到现在才知道那个是蓝蓝。吴白老师，吴白老师，都录一半，你是谁啊？没有讲我都不知道。对呀，到底是谁啊？我刚刚一度以为是宝妈。有跳嘛？宝妈等一下，宝妈也来，我是宝弟，哎对。好，那谢谢他们精彩的表演。谢谢。红色订阅的字样，把它按下去，那就对啦。那订阅之后呢？这颗按钮就会立刻像现在这样出现小铃铛。小铃铛，记得这个小铃铛你也要给它按下去，就能收到我们最新影片的通知喽。嗯，赶快去。